句句梁咏琪今日举办演唱会，一开场即带来她的经典歌曲《我要一种感觉》，让歌迷们可是回味无穷啊！句句竟然在演唱会上自曝有新欢了。十年来，其实除了有这么多的歌迷朋友之外，其实我最近有一个新欢。我的新欢是一位小天使，这个小天使刚刚出现在我的生命当中。我今天本来很想带他来，但是我没有带他来。他正在香港跟他爸爸拍拖，正在恋爱。真是吓坏大家了，原来新欢是他可爱的女儿 Sophia， 而菊菊还加码爆料，女人有别于一般孩子的喜好呢。本来制作单位说，要不要带你小朋友的小熊娃娃来，我说小熊娃娃吗？我没有带小熊，我带了恐龙。他说你女儿口味很特别。菊菊简直是母爱大喷发呀。报道。